可乐，曼陀珠小苏打粉装满满，再戳破可乐，大量气体涌出，绵延不绝，冒出像是棉花糖材质，消毒粉红色，筋斗云缓缓升天。换成牙膏也有同样效果。疫情当头闷坏了，有国外网友分享实验影片，我们也尝试看看。哦呦，刚刚有点摇到这个气，到一半哦，袋子一半。最后一步就是呢，我们要撒上小苏打粉。再试一点喽！他没有，他往外漏了。哎呦，物品备齐了，云朵怎么不见踪影？让我们再来一次，出发喽！只见瓮里波涛汹涌，瞬间又归于平静。实验失败，老师这样说：可乐可能在过程中已经摇晃过后了，可能就二氧化碳跑很多出来。其实这个可能性，它可能都有，搞不好它要加另外再加一些东西下去。用曼陀珠加可乐就会出现喷泉，是因为成分含阿拉伯胶，可以让水分子表面张力减小，大量释出二氧化碳。但要做出大筋斗云，恐怕还得偷偷加料，制造更激烈的化学反应，才有机会梦想成真。记者张俊慧、王一竹台北采访报道。